管没肩膀，老板没大脑，客户没良心，而你们，我们有肩膀、大脑、有良心，也没未来。你们三个臭皮匠真的能胜过一个诸葛亮吗？历史上是的，但职场上略有不同。怎样不同？通常职场上是一个臭皮匠搞死一堆诸葛亮。职场中想要自我挑战，首先要会这样。但这并不是最高境界，这才是最高境界。